嗨大家，我现在在台北车站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麦当劳，因为昨天我妈吃到那个麦当劳的起司很好吃到了现在打算要去吃，然后之后就看着要再去哪里逛这样子。我们刚吃完十二只鸡翅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蛮有名的甜甜圈店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那个甜甜圈店它排蛮长的，就是生意真的很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，然后要吃它现出热腾腾的那个，这样吃才好吃。对，它是在那个北车后面，就是有卖很多那个玻璃瓶啊什么之类的，我忘记那条街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就是在站后。对，我们刚刚是在站前啊，我们现在去站后。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趁热吃，然后上面那个粉感觉就是那个有点像奶粉的感觉。现在好像是太原路跟英华街这边就可以买得到这个甜甜圈，这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口罩那个放口罩的袋子。对，我妈今天又来找口罩，因为昨天没买到好的。去日本送给人，看到环保袋超便宜，45块，还有这个新加坡的那个空服员的龙那个布。
北小巨蛋这边附近，要去那个凤梨酥店 Sunny Hills。那边的里面是有，就是去到店面，他会招待你一个凤梨酥，然后一杯茶这样子。然后是蛮多日本人蛮喜欢去那一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，对，我刚刚是从北门那边搭公车12，然后在这边下车之后，就是步行大概3分钟左右就会到那个地方。小的，昨天其实也有买一盒大的，然后今天就想说来吃了，然后就是有点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多买了一盒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搭公车回去北车那一边，可能是会去逛中山那边。今天天气超好，光线超好的。我妈要找牛蒡的茶跟饼干，拿回去日本给就是我们家的亲戚。对，然后我顺便要帮熊买一个面，他说现在就是有快闪店，所以我现在来帮他看。来迪化街蛮多次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颜色色调超漂亮的，你看，天哪！觉得这个时间大概5点多的时间来，好像还不错。经常来这边找月老，就是我之前有在这边牵过红线，我今天要来拜一下。然后这边是永乐市场，还蛮新的，是上个礼拜才来的。不然昨天晚上是，昨天下午这个时候是没有的。不错，早上今天来，做的，欢迎你们来吗？来，好东西哦。刚刚有买这个，这个打算放在家里吃。小分けの袋はいりますか？好可爱的迷你的那个茶，1颗10块。可爱。
母さん。这边都是座位，都是座位。我平常都在下面走走，然后都不会上来上面。觉得这边很赞，一个牛小孩。我们现在去完大稻埕码头，然后吃了蛮多小吃跟喝啤酒，还蛮饱的，然后现在就是要回家了。对，然后今天的 vlog 的内容就大概是这样子。